哎呀，你安尼侧面拢穿帮啊！不，规规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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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这进口价快买，好绵密哦。谢谢。香味很浓哎。哎，对，这个好。这个叫网络上超红的，对对对对。哎，你说我的意思吗？哦，啊，你三把闲话挂开了，我字很多啦。番茄番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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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番
哎，就记得我们7点半开始哦，但那个问题就在节目当中哦，哈。对对对，记得我们要开去哦。所以要准时收看哦，才这个拿得到我们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啊，是为上红大吉的观众朋友哈。是是是是是。阿联合，这样赶紧干不起来。为了答谢您这个。 布丁啊，这么有名又这么好吃，我们也送你一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来，这什么游戏啊？休假，家里好啊！不错，这布丁真的很不错。想到气砖这个点也蛮符合的。不过瓜哥，人家就比天高，是有真功夫，你拿一根水管就要表演，这样不行哦。我就用了，你教练哦，苏力，你是做什么教练？我啊，运动。 运动啊，你看就知道这个衣服自行车呀，游泳、健身都有。游泳、健身都有。啊，你看你卡面，铁人三项啊嘛，我这个红砖布丁你给我搞锤了。这搞锤了。那我们只有派子强了。只有你有练功的底子啊。练功，我尽力了，尽力了。尽力了啊。他就是3331啊，5566，5566。那就5个啊，来一位。来，3332。来，一位，一位。 分析好了，有没有？休假，下面有啊，还停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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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下来
你有练身体就是有差了，有差吗？没有差，根本没有在喘。你待会看什么叫喘？我请子祥示范一下，下面一个喘，带子祥会示范。我明华，你缺那个坤刚啊，大家这个命。命华三三二二啊！哇塞，这个！你还是要四四四二。等等等等等等，我叫你我老婆一个，我都受不了。刚刚几秒？几秒？48，48秒。好快哦！啊，子祥七妈妈随便三十秒嘛，好，等等等等，他44 42就 OK 两个了，不要急了，慢慢走了。别练，不要练，不要急了，是怎样？两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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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走了。来，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来吧。啊！停住，停住了。把我们这个米花园的这个小生啊，立二三四两，来一个三个的。前面抱一个，你们再抱两个。跳高，跳高，跳高，跳高。
所以你刚刚比三个好容易啊！教练，哇，哥哥，你想怎么？真的，宁华远不是什么都会啊！你管什么一个串，知不知道啊？宁华远，你怎么没串呢？我们哪来跑？哪来跑呢？是啊，是啊，应该我估应该是55秒吧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120七秒，二啊！哦，我跟你们醉姐，哦，辛苦辛苦，这些休息的奖金给你到了，来来来，谢谢，恭喜你。 观众在我们所有的游戏单元当中最容易拿奖金，应该是这个单元吧？真的哎，应该是。这个都不能赢的。这里快不行了啦，我把自来啉起来啦。来来来，赢还可以再啉。容易容易啊，红砖布丁啊，赶快上网哈，来来来来，一起拍照一起拍照。好吃红砖。辛苦啊辛苦啊，啊，铁姐红砖布丁我们奖金。拍照，拍照。一二三，耶！继续送幸福。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什么呢？平城里主人说这里除了有美丽的环境，还有很多特别的养生秘方。什么养生秘方？这也太让人好奇了吧！哎，耍的来被盖小姐，你这样的，下面人盖小呀？啊！哎呀，你在啊？哎呦，怎么？怎么突然天气变这样子啊？异象哦！有天有异象，什么刮风下雨这样？我要当秘密出大太阳。 刚吃太饱了，我无吃物件。小诺，哎呀，有事没落来？有事没落来？这边都是灵异体质，很敏感的，就敏感的，你知道吗？在哪里？哎呦，哎呀，好神啊！这公虾尾，什么假好神？不啦，我在，这个上过我们节目啊，这位是炎帝神农氏嘛？哎。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就是炎帝神农氏。哦，你看他们都不知道，我们都看过了。你讲你不看过？对啊，你来第二届啊？哎，你看我回来，你这中医道集，我头一摆来。没啦，他们看到你是第一次，顶边你介绍企业的，你袂记？对，我有来过，你来过啊？企业的，你介绍的，我介绍的，对啊。啊！ 企业单啊，对了，我介绍的对了，在嘉义嘛，不是神农氏，不是嘉义啊，是宜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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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宜兰，宜兰，宜兰，哦，安尼，可能我去过少少少一所在，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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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讲你，我拢未记，你哪拢未记？哎，我有相片啊，啊，你有相片？你看，哎，还有，我们还有介绍留念，你看，介绍哟，企业单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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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啊，这人哦哦，我个无头毛，这什么人？那有吧？这都是伊啊，较早。 起码恁着食着什么草啊？发头毛啊！你看白草，你这是看卖恁之前着什么发头草？头头头上，你嘛盖出去。真的呢？对啊。哎呦，啊这真正看。对啊，这你啊，你毋捌看过你哦。我到我毋捌看过我啊，你讲你这样拿出来，那我就丢。那这丢着看阮恁用相片翕的啊。我较早都无，伊人我翕起来啊。哦，我较早恁嘛素描的。神明显像，哇，珍贵呢。对啊。啊，你讲真正较早来过，我发头毛呢。对啦，你也知影神农氏有创厉害，神农尝百草。什么？你讲什么？神农尝百草。我无。
下面，我们藏啊！下面又藏啊！我怎么可能藏东西？我神明我哪有没有藏东西？我没有偷藏东西，各位。你看到这个没有口袋哦。原地，不是啊，我讲的不是藏东西的藏，是品尝的藏。口字旁那个藏有没有？你不是讲做这草，我哪会偷摸？啊，吃东西，神农第二条，隐藏的藏，神农尝百草就是在讲我。是啊，我有一个建议给你啦，你看他们常上节目还挂名牌，你。对不对？徐福凯，对不对？师弟，你不挂牌，大家都不知道你神农是会唔对号。哎呦，你不知道？你为什么不挂名牌呢？我有准备呢。哎呦，准备啊！我有准备，我准备了。哇！我自己有准备，你看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够准备哦。这个是蛮优的，我的歌曲蛮优的。哎，神农是哦，你大家来知咯。哦，安，你大家知神农是未混唔对嘛？对啊。对不对？真的。神农是对人的农业，后边那就讲。嗯。 那我就神农奖，这是他的神农奖。啊，第二啦，神农奖啊！这是因为那我这个奖项呢，大家拢知影呢，因为我神农是我发明了农耕的器具，来教大家这个翻土来耕种，哦，开启了农耕的时代。是是是是。那大家为着要纪念我呢，哎，同时要奖励我们所有辛苦的农民，对，最设立的这个奖项，哦，尤其呢，针对对，针对从事这个农。 牧民这些业者呢，没有渔业啊，没有渔业啊，渔业是夫妻事啊，哦，就有福报就有福气事等，对，农林牧，哦，对，这个时候有杰出表现的呢，通通都要颁给他这个神农奖，哦，经过你这样介绍，大家知道神农奖的由来了，对，大家也上了一课，是，阿里哇撩盖啊，神农是今天来有个目的啊，要宣布今年呐，对，神农奖的得主，对，你这个主持人真聪明啊，谢谢神农，是现在有点好奇，知道吗？ 哦，竞争很激烈。对对对，好紧张哦。主场又是谁呢？沈老师，你很紧张。我是揭开这个奖项的，我非常紧张。来，我们来马上来看名单得奖名单来拿上来地上来。各位，2011年神农奖得奖的是。 做了5年了，跑遍了300多个乡镇，无畏风吹雨打，刮风下雨，本着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也谢谢民视所有长官，谢谢黄奕硕先生，让我们终于在这5年得奖了，老天开眼啊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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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们怎么样？啊，我们做综艺节目，360几个乡镇都是。你们是综艺节目啊？对，介绍农林牧，我们都介绍。那综艺节目怎么会得神农奖呢？神农奖不是颁给农业奉献的人，不是吗？我来摘。啊，这上面的我你，这我摘来了。这上面的，这我们要，我们上面有写综艺节目主持人胡瓜的。对，我摘你摘来。这里也有。啊，你赶紧摘一下烟哦。你卖卵了啦！不啦，我希望能够连庄啊。好啦，你卖卵，你较正经的啦。啊，不，你今仔日到底来是要介绍啥货？是啊，回归正题好了。好啊，讲。今仔日我主要要。无啦，要你介绍的，不是我介绍的。你好还来了？我是我要介绍啊。神农大帝要来给我们介绍的。对，神农大帝。我要跟大家。你先想起来吗？我想起来，我完全想起来。这个你先帮我收起来。谢。对嘛，我神农是来要介绍东西嘛。对，你是介绍神农奖的啦。没有啦，我刚刚讲过了，我是这尝百草嘛。哦。这个什么菜啦、草啦，我最了解了。哦。今天带大家来这边，要介绍这边呢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。哦。无毒蔬菜啊，
神农氏就是尝百草，最后中毒了，所以他喜欢无毒的地方，所以今天他才会下凡来。对，哦，那你要好好介绍一下无毒的这些树。当然，而且这边呢，这个民间里有人呐，我昨天已经托梦给他了。啊，你托梦给他？那你的托梦的人还要来这里？不，我来是跟你们讲的。哦，啊，那个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你们待会直接过去就可以了。可以。哦，好，找那位姐姐叫做棉花糖姐姐。哦，好可爱。她介绍无毒的蔬菜。对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会喜欢藏在这边。哦，无毒健康嘛。是是是。大家吃的这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嘛。好好好，了解吗？你刮洗干都丢了。好吧，刮洗干。秀蛋了，我们再拍一张照，免得你下次又忘记了。来，一二三，耶！碰上天顶啊！啊，我今嘛是要去坐那好。我来坐，你回天顶吗？我回天顶啊！